我们慢慢来，你们 fast forward。安全最重要，尽量试试看啦。哲雄帅先接受考验，身手还算灵活的，其他新人的表现又如何呢？啊，没事，太快了，那个脚还是太快了，那个脚太直了，慢一点。后面有个，你看，你只要走一步，你看到没有？走一步。 大走一步，但是你走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举个惯性嘛，你原地跳不可以嘛，有个惯性，大跳起来才有个惯性。你看，大啊，对啊，有个惯性嘛，大，不是，到那边有个助跑，有个搭臂，一个墙过来，要快一点，这个一过去就要快一点啊，不要慢了，走。 再上面一点啊，等你下去就到位。去，大。Oh my god！哦，啊，好的。对，不可以再来。走走，大。啊，好一点了。就是那个第一个手和第二个手还是有这个要记住啊，反正你这个一过就要快一点过去。 来看，哎，你们可要落足眼力，来看这一连串的示范动作哦。三四，对，砰砰串，对，脚踹的还是快，踹踹，啊，sorry，别急，抓，撞，撞，撞，走，哎，一二三，我们起来，上，一二三，踹。 学习完毕就要来真的喽，加油啊！下，转，停住，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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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很滑吗？很滑。 感觉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哎，武打哎，你还好意思当武打？这什么态度？新武乌台风打造赢新超人，哈！六位新人到底谁会脱颖而出？我们马上揭晓答案。美洲人气之王新人榜本周冠军就是编号四的李慧明。 终于非常开心，终于现在观众朋友可以欣赏到我的智慧跟我的气质，然后收获。